今天典礼过后，终于可以吃一顿大餐了。对，所以到底忍了多久了？我忍了超久，我从公布入围完，我就几乎一天都只吃一餐，然后前天是断食36小时，哇！然后今天也是只有早上。因为我公公看到我气色实在太差，他说我怕你去金马奖会晕倒，然后他就拿了一碗鸡汤给我喝，这样，然后我就喝了那碗鸡汤就出门了。先跟文天祥老师打声招呼，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学过你的课，意大利系，意大利文系的。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对啊，得奖的心情好不真实哦，我觉得我今天回家好像又睡不着觉了。对，就是很开心，真的很开心，然后很谢谢评审，然后也觉得其他跟我同时入围女配角的其他女演员们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其实真的没有预料到会是我得奖，但是就是还是很感谢，然后真的很开心，然后今天典礼过后终于可以吃一顿大餐了。对，所以到底忍了多久了？我忍了超久，我从公布入围完我就几乎一天都只吃一餐，然后前天是断食36小时，哇！然后今天也是只有早上，因为我公公看到我气色实在太差，他说我怕你去金马奖会晕倒，然后他就拿了一碗鸡汤给我喝，这样，然后我就喝了那碗鸡汤就出门了。那请基友可以跟大家分享，回想一下在拍这个《本日公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跟就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实拍摄《本日公休》之前也做了很多的专访，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故事。让我这边讲一个以前没有分享过的，好了。其实我自己觉得，常常我有记者或者是朋友会问我说：“哎，那你觉得你跟阿玲是有哪里相像，或者是哪里不同的地方？”但其实我一直觉得阿玲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力，就是他那个一直在不停转动的那个陀螺在他的心中，我觉得是就是跟我本人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感觉，所以我在演阿玲的时候其实也是真的把非常非常多的我的一些内心深层的想法都放进去了。是，其实我想这也是评审在看方志友这次在本日公休的演出特别应该特别赞赏特别惊喜的地方，因为相较于陆小芬的角色或是傅孟博的角色，无论是你的母亲或你的前夫，你其实是一个比较不讨喜的角色，是对，因为他们两个比较是观众认同同情的对象，可是你又在里面展示出一种在这种所谓的现实的状态里面不肯认命，但是应该讲说反而呈现了这个所谓的复杂性啊。对，当你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紧张过说哎，这好像不是一个特别讨喜的人，或者是他反而激励了你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更大的一个空间，更多的想象力？其实最一开始傅天宇导演找我的时候，他有问过我说你会排斥演不讨喜的角色吗？我说我完全不会，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挑战反派角色的，因为其实就是从影以来，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的脸比较无害，就是比较可爱小女生，然后我自己一直很想要挑战一些可以跟我的长相有一些反差的东西，然后我自己认为阿玲是一种杂草，就是大家可能不会喜欢她，她就是长在那边，可是她又很任性的会一直长好长满。那这次得奖后，你对你日后的这个所谓的表演的生涯跟这个规划有没有什么想象的？有什么想再挑战的？有点不敢想象，因为就是不是很多人会说有得奖魔咒吗？会有点害怕，但我不会涨价很多，我 CP 值真的很高。然后，但是我就是也很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不管是导演也好，或者是制片，或者是制作人也好，都可以更愿意的给我角色来演出，因为我觉得就是感觉金马奖得到金马奖好像就多了一个
官方肯定的感觉，所以就觉得说，哎，我是有官方认证的哦，可以找我哦，这种感觉。是金马奖把今年的最佳女配角颁给了方智友，我们恭喜方智友，谢谢老师，恭喜，谢谢。